不再是韩网翻车了，韩国网友说他职场霸凌，在节目里面吃是正直路，但是没有人听，刘在石一直在打断他说话，即使说的是正确的，成员也没有人听，金钟国、宋智孝等都不相信他，吃是正坚持说自己是正确的，但是刘在石还是拒绝交流，让他去坐后面。운전에여기통과했어내가서울을모르는데가없다아쭉가서터널형그냥가만히있어쭉가서옆에앉아계시다가꾸벅꾸벅조시다가그래도착했습니다어유그래덕진이형알지알지그냥내려놔야지그냥형그러니까너형이없어진이형트럭에타세요잠깐만뭐야딱알잖아여기딱오빠주무세요여기아니야아니맞아요여기서좌회전하아나그렇게얘기를해도넌왜날못믿니아이게형그러니까이러면안돼또한바퀴돌아야돼나는인왕산저쪽인줄알았는데아니야저쪽이야이쪽이야우측이야그러니까그러니까저얘기했잖아내가야형저번세찬아네가앞으로와야이형뒤로네번해빨리빨리세찬이가저번세찬이가지금옆에서안돼세찬아빨리내려